主我哋多谢你，赞美你，主我哋多谢你，俾我哋今日可以喺呢个地方里面，去一齐去聚集，去高举你嘅名。主我哋唔知道将来会发生咩事，我哋可能好困扰。但是神啊，求你带领我哋，圣灵啊，你亲自去吸引我哋嚟到你嘅跟前去，将呢个时间分别为圣去献俾你，叫到我哋可以得见你嘅面。圣灵，你求你去同我哋每一个人都去说话，叫到我哋喺你里面找到平静安稳。再多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我哋多谢你嘅慈爱、你嘅怜悯、你嘅带领。以下落嚟嘅敬拜嘅时间，一切嘅颂赞、赞美、祷告，我哋都全然倾心去献俾你。奉主耶稣嘅名祷告， Amen。我哋嘅掌声献俾你，主啊！我哋遇到好多细事嘅时候，我哋一齐同心去敬拜我哋主。好，以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，主你真好，以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，主你真好，主你真好，以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，主你真好，以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。直到永远，祝你真好。
慈爱怜悯直到永远。主你真好，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。主你真好，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。祝你真好，祝你真好，因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。我哋主系一个满有怜悯、满有慈爱嘅神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你嘅恩惠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赞美你。但主，我哋今日嚟到你嘅跟前，我哋进到至圣所嘅里面，就系瞻仰你嘅荣美。主，我哋用赞美为先，但今日愿意我哋每一个嚟到你嘅至圣所嘅当中，去与你面对面。主，因为喺呢个患难嘅时间，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你。主要叫到我哋学识点样放低我哋每一个自己，哈利路亚。求你打开天下的门，降下你的恩雨。浇灌你的爱在我的生命，使我更靠近你。时时刻刻藏在你翅膀里，使我重新得力。我愿怀抱跟随着你，你触摸我心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进入你身边，我将仰你的荣美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寻求万千
This is where I belong. One thing I die.
管我，万里更多有你，更少有我。This is where I belong。万里来到你面前，万里进入你圣殿，万里将仰你的荣美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万里我仍要寻求，万里圣灵浇灌我，万里更多有你，更少有我。 This is where I。少少的时间，继续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到去敬拜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敬拜神以先，神有一件事，他就叫我们晓得，晓得耶和华就是神。Amen。 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他所做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亦都是他草场上面的羊。今天神叫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，他更渴望就是叫我们去到他面前去建立这段的关系，叫我们认识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亦都是我们草场上的羊。然后我们就去点晓得去敬拜他，我们就去称谢他。弟兄姊妹来啊，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去跟他建立这段的关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来回应主的话语，让我们回应，如果当我们真正活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一切的惧怕来交给他。如果当我们真的活出耶和华是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来向他来赦免他。是要活出耶和华是真是你的神，是让我们一起来到称颂我们的主。
是你，不是一个实体，乃是一个你的灵。不是依靠实力，不是依靠实体，乃是依靠你的灵。不是依靠实力，不是依靠实体，再依靠你也行。主，我多谢你，就算好似呢首诗歌里面讲到，我哋只有一件事，就要去进到你嘅里面。去瞻仰你嘅荣美，支取你俾我哋嘅力量。主，我哋需要你。我哋如羊一样去听懂你嘅声音，主耶稣，你就系我哋最宝贵嘅神。主要叫我哋晓得听到你，耶稣，凡事依靠我自己的骄傲，你的祝福无法测度，靠你恩典我能胜过世界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神刀，一切将相都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，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。
面，我们收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们，我老公的爸爸，即是我老爷，他有末期的 cancer， 他得回一个月的命。当时我和我老公很彷徨，我们没有得选，之后我们必须要回来香港来照顾我的老爷。我们突然之间好像什么都没了，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建立了的东西，跟着就要回来香港。当时我很生气，我很埋怨他，为什么我明明爱他，明明走在他的路里面，为什么我生命会这样呢？因着这首歌，当时我在网上面去看到一个神学院的毕业典礼，当时那些毕业生就是唱这首歌《耶稣基督》，我心里面很感动。我只是想，神啊，你会不会使用我一个这么糜烂的生命，这么软弱的生命？当时我就想象自己，我会不会有一天都会神学毕业呢？我会不会有一天我都会能够刚强被神去用呢？当时我就在家里面去幻想自己，我还用一个 cushion， 那个 cushion 上面是有一条这样的须，跟着我就顶在自己的头上面，跟着叫我老公帮我将个须从这边移去这边，就好像幻想自己有一天我都会神学毕业，我能够被主使用。我想来到见证告诉大家，我七年的神学，我将要在十二月里面去毕业。我想说的并不是我自己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当我不想去跟随他的时候，是神用慈爱来到吸引我。当我觉得很迷失的时候，当人觉得这个是患难来的，为什么生命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事发生，但其实是神的美意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举高我们双手，一起再一次来到称颂我们的主耶稣，你配得我们的称颂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你就是一切的源头。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。主，可能你现在在一个光景的里面，你见不到前路，或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，但我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宣告，说神是一个好的名，神是一个好的心意在你生命的里面，不需要惧怕。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梦想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有可能发生，一切都可以有发生。可能关系的破裂，我奉耶稣的名来宣告，是有可能来到修补。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，今天就要来到去发生，因为你信靠的是耶稣，这位从死里面复活，从水边为走的耶稣，一切来到敬拜他。都是属于你，我
上一切的荣耀，一切的感谢，一切的赞美来到归给这一位的主。是主，我们对你来到献上一切的感谢。主是人看你的患难，但其实是你在背后有你的心意。人的生命好像一塌糊涂，我们靠着自己很想爱你，却是有很多的软弱，但主你说我们可以夸我们软弱，好叫耶稣基督你的能力来到覆庇我们。主，我们多谢你的恩典，我们实在没有东西能够自夸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没有好行为，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可以向你来到夸口，我们只可以夸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愿你继续使用我们的生命，愿意我们尽我们一生来到回应这一份咁大何等长阔高深的爱。多谢你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。